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 Boss Cool Talk Show。这个星期呢都是主要围绕在这个健康方面的资讯，跟大家讲一下一些关于糖尿病的一些资讯，令到大家可以多些了解，也都在自己的起居饮食里面呢就是可以落些功夫，就令到大家可以更加来讲呢可以控制得到这个糖尿病或者是这个前期糖尿病。咁咧就呢幾集咧，我都同大家分享過啦。就係因為我自己嘅屋企人，我自己身邊咧都有好多人咧都係有呢個糖尿病。咁咧就所以我自己都選擇喺一個比較嚟講咧適合糖尿或者前期糖尿嘅一種飲食。咁而家咧就有好多嘅呢一種keto嘅呢個生酮飲食，我覺得咧係比較嚟講即係好適合。是糖尿病的人呢是他生活上面呢就是用来应用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生活里面呢我觉得辟谷我们叫做禁食，就是我们叫做一个断食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来讲对糖尿病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就我將呢幾樣嘢呢我都介紹俾大家。今日原本呢我就有一位嘉賓呢要出席，就係要同我哋大家講下分享下。佢呢係由一個即係普通嘅冇糖尿病嘅情形就轉變成為咗一個已經被醫生認為佢要開始食藥啦嘅一個糖尿病嘅病人。咁咧就佢嘅屋企人裏面咧，就佢父親母親咧都係有糖尿病嘅，咁咧亦都有佢嘅兄長咧都係有糖尿病嘅情形，咁所以咧佢嘅糖尿病嘅機率咧係非常高，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咧，咁佢就自己下定咗決心，咁就用一個斷食法嘅一個治療方法咧，咁就喺短短一個月兩個月時間之內咧，就將佢嘅血糖咧就全部降低到變成咗係正常嘅指數。咁所以我覺得好適合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就邀請咗佢嚟我個節目。但係咧就今集可能佢都仲未可以有方便同大家過嚟，咁我就將佢嘅一個情形咧就同大家講一講，咁就令到即係大家可以更加清楚啲。咁佢咧就本身係喺呢個上一年啦嚇，咁就開始咧就有呢個症狀就出現咗，就係可能有啲唔舒服啊，有啲多少見頭暈啊咁樣，咁咧就佢嘅肚腩好大嘅，咁啊就俾人哋都認為佢係唔係好健康啦。已經即係年紀咧，已經去到差唔多70歲啦咁樣。咁佢就因為飲食，佢經常都好貪食，咁啊好中意即係每一餐飯啊，佢都要食好均衡嘅營養啊咁樣。咁啊就你話會唔會大魚大肉咧？咁就唔會話好過分嘅，不過咧都會係食好多營養過剩嘅嘢咁樣。咁啊喺呢個餐裏邊，有時候都會飲啲酒啊咁樣。咁所以咧就佢嘅飲食嚟講咧都係一半一半啦，咁就都算係唔係太健康。咁佢就喺呢個上一年嘅時間就發現咗佢嘅血糖已經係超標啦，過高。咁喺呢幾年入邊咧，佢亦都有呢個心臟嘅可能比較衰弱啲啦，咁亦都要即係話佢嘅心臟需要做呢個通波仔嘅手術。咁因為話佢嘅血管咧就已經有少少堵塞咁樣，咁啊喺呢個咁嘅過程裏邊咧，佢即係盡量佢都嘗試揾好多唔同嘅方法，西醫嘅方法啦，或者一啲西醫嘅健康食品嘅方法啦，或者一啲中成藥嘅一啲健康食品嘅方法啦，佢好多樣嘢佢都嘗試，咁但係一直試咧佢都冇咩效果，咁樣嘅情形裏邊咧佢就即係已經覺得可能要需要到用到呢個西醫嘅一啲西藥咁樣，咁我亦都勸佢，我話如果唔係太必要嘅話咧，就盡量唔好用西藥啦咁樣。
盡量試下用唔同嘅方式。咁佢可能做好多研究啦，睇咗好多嘅即係個案啊，好多嘅人啊情形，發現到原來即係禁食或者斷食法係呢個療法咧係最有效，即係對佢嘅糖尿病啊，對佢即係身體啊咁樣係最有效嘅。咁所以咧，佢就進行咗呢個斷食法。咁佢嘅斷食法咧就係16个钟头。16个钟头咧就係唔食嘢嘅，就佢夜晚6点钟可能食完咗一餐之後啦，咁佢就一路等到佢瞓覺啦、休息啦，咁樣佢就唔食嘢，可能就係飲啲水或者飲啲茶，咁跟住一路就到佢第二朝早瞓醒啦，9点、10点起身之後，佢會繼續等，因為由6点到6点就已經12个钟啊，咁跟住然之後佢再等多4个钟头。咁跟住然之後，佢就可能要到10点钟，佢先至去食第一餐。咁其實唔係好辛苦嘅，只不過係即係食咗晚飯之後，夜晚唔好再食嘢咁樣。咁呢個咧就係最基本嘅，佢話呢個最基本嘅。咁跟住佢可能延長到18个钟头，咁佢就會可能喺將前後就會再調多1个钟，咁就喺呢、這個5点钟佢就食咗晚飯啦。咁啊，跟住到第二日嘅早上11点，佢先至再食咁樣。咁就我就成日都會同佢講話，早餐都係始終都係要食嘅。你寧願咧就係過午不食，咁就喺呢個中午啊、下晝啊3、4点啊食咗之後咧，就完全到夜晚都唔食啦咁樣。咁就一路到第二日嘅早上，咁就早上一起身咧，冇幾耐咧你就食啲嘢。因為咁樣咧，就可能嚟講咧，對佢嗰個血糖咧嘅呢種即係唔穩定，嗰、那個 insulin 即係你身體嘅胰島素嘅一種唔穩定咧，會比較控制得好啲。咁啊，我亦都有睇過有啲個案係佢長期唔食早餐，咁就令到佢嘅呢個唔食早餐嘅身體咧，佢冇曬呢一種能量，冇曬一種即係自我一種循環啊調節嘅能量咧，咁佢就喺唔食早餐咗幾年之後咧，佢就出現咗有好多嘅症狀，譬如頭暈啦，譬如糖尿病啊，好多嘅呢啲血壓低啊，呢啲咁嘅情形咧都出現咗。咁所以咧唔食早餐咧就我認為就係大忌。咁但係有啲人就選擇佢喺佢呢個即係斷食法嘅時間咧就唔食早餐咁樣。咁我始終認為咧，就係早餐一定要食嘅，無論就係食一隻蛋啊，飲一杯鮮奶啊，食一啲好普通嘅嘢啊咁樣。咁啊，我呢個反正我呢個朋友咧，佢嘅斷食法咧就去到比較犀利噶啦，已經去到即係深入啲嘅一個時間段，就每日可能只係食一餐。咁佢就一日一個禮拜有4日咧，就每日只係食一餐。有其中一日甚至2日咧，係全日都唔食嘅，咁佢就已經去到一個咁嘅狀態，跟住就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咧，佢就將佢嘅身體嘅呢個肚腩啦就全部減曬，咁就嗰、那個腰圍咧就從38就一路就降到係好似32咁樣，咁啊跟住咧就。呢、这個身體嘅體重啊，就減低曬啊，身體嘅水腫啊，亦都消失咗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好處都明顯係幾好嘅，都有好多。但係喺佢嘅過程裏邊咧，就一定要係確保自己有足夠嘅水分，亦都有足夠嘅營養，亦都有足夠嘅調節，嚟令到自己唔會話。好辛苦咁樣，咁我自己亦都有做呢個斷食法嘅一個即係方式，一個行為咁樣。咁呢個斷食法咧，就係開始嘅時間咧，有啲人就唔習慣。咁啊，啲人就話：，會唔會一唔食就頭暈？其實咧就心理作用，因為唔食嘢頭暈嘅話咧，可能係其實一種習慣性，大腦俾你輸送嘅一種習慣。其實咧，就喺呢個人嘅身體咧，我特別係我哋而家嘅身體裏邊咧，儲存咗大量嘅一啲即係能量喺身體裏邊。
咁呢種能量咧，佢係大部分我哋都食緊飯，我哋都食緊嘢嘅時間咧，佢係只會越嚟越儲存得多，咁佢就越嚟越就好少，就係話攞翻出嚟去用。咁咧就喺呢個一路不斷儲存嘅能量嘅時間咧，中醫裏邊嚟講咧就係一種內熱啊，一種內熱咧佢揮發唔到嘅時間咧。咁佢就好容易就形成咗一種唔平衡，咁就喺呢、這個肺啊，同埋腎啊，同埋脾胃啊嘅呢種即係一陰陽唔協調嘅情形底下咧，咁呢個糖尿病咧就產生咗啦。咁所以喺而家我哋嘅呢個斷食法嚟講咧，就係、是、好科學嘅一個方式。亦都係得到好多嘅西方嘅科學嘅呢個方，即係權威咧印證咗，就係話呢個方法其實係可行嘅。咁啊，研究咗好多好多年，原來喺即係中國已經咁即係道家嘅呢種辟谷嘅方式已經有咁長嘅歷史，但係到而家咧先至俾西方嘅即係科學去認可咗。認為呢一個方法咧，其實係得嘅。咁就喺我哋嘅呢個斷食裏邊咧，就亦都要選擇唔同嘅食物嘅方式。食物方面咧，就係、是、以呢、這個一般我哋以前嘅飲食行為，即係或者唐人中國人嘅話，就更加明顯就係、是、麵包啊，或者係呢啲飯啊、米飯類啊，就比較多。咁就肉類啦，嚇、啊。咁喺美國嘅話，嚟咗美國習慣咗啦，好多嘅肉，咁又好少嘅菜，咁就認為咁樣嘅飲食都唔會有啲咩大問題嘅，咁就係咁樣啦。咁因為你生活上邊叫你唔去食飯、唔去食麵包、唔去食面，就好難好難嘅，因為呢啲主糧咧就已經喺我哋嘅生活裏邊。但係呢啲主糧咧，亦都係對我哋嘅身體咧，而家嚟講係最唔好嘅。因為我哋嘅吸收嘅營養已經係過剩噶啦，咁如果我哋再大量吸收呢一啲咁嘅粉面啊、粉面飯類嘅，就對我哋嘅身體嚟講咧，長期係唔會有好處。咁所以喺我哋嘅呢個飲食裏邊咧，就一份即係如果基本嚟講嚇，一份嘅米飯，咁就同樣一份嘅肉，咁就兩份嘅蔬菜。水果嘅就少量，因為水果佢好多個糖分，咁就水果又少量。咁就飲食嘅次序嚟講咧，都好重要。就先就係食咗啲肉啦，咁啊食咗啲菜啦，咁就食一份嘅肉，一份嘅菜，跟住然之後又食一份嘅肉，一份嘅菜咁樣。咁就食咗呢啲肉同埋菜之後啦，先至再最後再食呢啲澱粉質啊，唔係話完全唔食。澱粉質一樣要吃，因為它有能量在那裡，跟住到後面呢才再吃一些水果、啊、有甜的東西、啊、樣糖分呢就盡量減低。糖呢是、很明顯的，因為大家如果看我節目知道我這兩年來講都有少許發福，就在現在這段時間呢，我就盡量減了糖，只是減了糖就已經咧將我嘅即係身體嘅多餘嘅脂肪同埋多餘嘅水分咧就已經減曬啦，咁就身體明顯就健康咗好多啊，咁咧就腎功能同埋肝嘅功能咧亦都明顯係好咗好多。感冒啊，自己嘅身體 immune system 啊，感冒方面啊呢啲咧亦都減低咗好多。咁所以無論係普通嘅流感又好，或者係新冠都好。都是要看你自己本身身體的體質，咁呢啲體質咧都係長年累月的一種，即係修為啊、運動啊、飲食啊嚟到去養成嘅。如果是平時都習慣咗係食啲唔好嘅嘢啊、唔做運動啊，咁佢即係出現問題嘅時間就好難去收拾啦。咁所以咧就糖尿病咧係一種長久累積咗落嚟嘅一種疾病，就唔係話一時三刻突然間有嘅。當然有啲人咧，佢係天生就已經有啊。咁我亦都研究過，有啲人種咧，佢係天生多一型糖尿病，譬如白人
有些人種就黃種人咁樣就天生就多呢個二型糖尿病。咁二型糖尿病咧，我哋有呢個 insulin resistant， 即係我哋嘅呢個胰島素咧係有即係反抗，好即係唔可以好好咁樣控制我哋嘅血糖。咁係點樣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嘅胰島素更加敏感啲？點樣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吸收少啲嘅糖類？少啲嘅淀粉質，令到佢呢个胰岛素唔好血糖唔好突然升高，令到呢个胰岛素可以喺适当平均嘅时间有佢嘅作用，令到佢可以慢慢慢慢修复咗。修复咗之后咧，就可以喺几年嘅时间之后咧，佢就可以达到咗一个好颇为平衡嘅一个长期都系保持住一个平衡。亦都身體唔會出現好多其他嘅呢個，譬如炎症啦，即係我哋講一啲發炎啦 ，inflammation。咁你冇咗呢個炎症嘅話咧，你就好少機會會得到癌症，因為癌病都係從炎症開始嘅。咁所以呢啲全部都係有關聯嘅嘢。有啲人就因為西醫佢哋講哦，你糖尿就係糖尿。你癌症就是癌症，你手痛就是手痛，腳痛就是腳痛，它不能夠有一個好像我們中醫的一種觀念，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是其實同出一源，都是在你同一個身體裡面。所以你無論你的胃出事，你的肺都是有影響，你的腎都有影響，所以其實它是同源的。有時候我們中藥你說中醫師開了十幾種不同的藥放在一起撈在一起，跟住最後加了一個甘草下去。咁啊，呢個藥到底佢有咩效呢？佢個藥方、佢嘅藥引、佢嘅君藥、神藥，佢加埋曬落出嚟，佢對你嘅症狀有咩功效呢？咁樣係咪每一種藥都係啱你嗰陣時食呢？未必。有時候中醫嘅嘢都真係好抽象，好似估下估下咁樣。冇必要嘅話，當然大家都唔需要去食中藥，我亦都唔提倡冇必要嘅時間，大家都攞碗中藥去飲。但係有啲時候有某一啲嘢喺中藥裏邊咧，係可以令到我哋調節嘅，係一種藥食同源嘅嘢。即係好似你食一碗白飯咁樣，呢碗白飯其實佢可能都有一種藥性喺度。如果你係有必要佢用到佢嘅時間。好似你病，你身體唔夠能量嘅時間，你亦都吸收唔到大量嘅肉類，你亦都消化唔到好多嘅纖維。咁喺嗰陣時，你只能夠食咩咧？就係一啲好簡單嘅澱粉質，粥啊，或者用啲木薯啊煲粥啊，或者用啲山藥啊，即係嗰啲淮山啊煲粥啊咁樣。咁佢喺呢個粥水裏邊，佢就好容易吸收到啲嘅糖類同埋澱粉質。咁你一食咗落去，身體自然即刻就有能量，即刻佢就可以製造一啲令到細胞可以有呢個能力去對抗一啲病毒，去對抗啲病菌。如果你身體你本身自己冇能量嘅話，你點可以去對抗啲病毒病菌？但係你喺嗰個時間，你如果你係有呢個大量嘅肉類落到你嘅身體裏邊。它不單止是給了你一些負荷，還可能給了你多了毒素。你在那個時候你已經要對抗不同的病毒了，你再吸收大量的毒素下去，對你來說一點好處都沒有。你在一個這麼弱的情形下，你所有的機能都已經處於在一個半休息狀態的裡面，你再吃一些纖維大量的纖維大量的蔬菜，它未必在那個時候可以立刻給到營養你，亦都唔能夠喺嗰陣時即刻可以消化到，所以我好多時候我都認為，譬如好似西醫佢話嗱，呢個有啲咩營養嘅蔬菜啊，或者肉類啊，佢嘅蔬菜肉類都係生嘅，有乜嘢乜嘢嘅營養，食啲乜嘢乜嘢嘅 nuts 啊，就可以令到你嘅身體有吸收幾多嘅維他命 B 啊、A、B、C、D 啊咁樣，但係最主要嘅問題係。你吸唔吸收到？中醫佢明白到一個就係佢要判斷你嗰陣時你嘅情形，
你能不能够吸收到，你在那时候你是上火，定是你那时候你是阴虚阳虚，你是怎样的情形，在那阵时候他给什么给你吃，在适当的时间他就给一碗粥水，给一碗米饭，就算好像我们现在有些中药他是需要连埋，譬如好像沙溪凉茶，他喝一碗沙溪凉茶之后呢，你还要加多小半碗的一些粥水，那么喝了下去，它就可以令到你有这个能力，有能量，可以令到你的身体呢去对抗一些流感感冒这些这样的情形。所以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好像看下去不是很科学，但是原来其实很科学的东西。如果在一个糖尿病症的人来讲，为什么遇到无论流感或者新冠或者这些病的时间，都特别是比较处于一个弱比较差的一个功能，能 很难去应对这些病呢？首先你要知道它本身是什么一个病，因为它本身它就已经是一个阴阳失调的一个状态，它的身体里面已经是处于一个长期阴阳失调的一个状态。那你的一个外来的病毒病菌其实已经遍布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几时都会接触到病毒病菌。有一个同班同学，其中有一个人他经常都会病，但是大家其他的人大部分好像都一点事都没有。那有两夫妻两夫妇，一个得到新冠，另外一个完全一点事都没有，亦都有，是吧？那他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你的身体你没办法可以应对到这种病毒，而他的反应呢，自我产生出来的一种就是恶性的反应呢，就特别犀利，那就令到他会是 很多时候就会很重的病了。那这种人呢，就譬如像糖尿病啊，或者有长期病患啊，这些因为他本身他身体里面已经缺乏了有即是一个正常的机能在里面。所以要医治的就首先是要医治了它本身身体差的机能，要慢慢去修复它，或者不要令它更加恶化，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问题。中医的最好的方式，最好的东西就是它在适当的时间它可以帮你修补一下，在你坏了的机能啊，或者我们譬如个肺出现了有寒啊，或者又出现了有热啊的情形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吃一些适量的中药，或者药食同源的一些很轻的中药来到去帮助它，调节它，让它处于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即每一个人都有一条界线的，我们可能有些人已经年纪老了，差了，阴阳都非常虚，但是他如果他的阴阳都两虚的情况下，如果他的阴特别虚的时候，是吧，那他就很危险。就这集跟大家谈到这里，多谢。